来关心家人的内埔屯那海沙埔，顶礼拜一天发生三件堵水死亡的意外，目前这个沙埔已经先封锁一礼拜。这个海沙埔的管理单位是家人市政府，家人市长谢国良伊就表示，伊认为这个海沙埔的警戒线要调整，而且伊嘛讲救生人员嘛爱去海里动地。家人台北仑沙埔顶礼拜六发生一天三件堵水死亡事故，市府紧急封闭一礼拜。市长谢国良则是到机会避询目后田，也毋过堵水死亡事故也引起台北仑沙埔的管理问题，要由交通部观光局北管处，也是由家人市府负责的讨论。管处在这个上面有没有责任啊，也是我们要厘清的一部分。那不过我觉得现阶段就是先把那边做紧急重新的规划。北管处坦白讲，民国1904年风景区范围调整，大部分沙埔并无移交给北管处，土地管理机关有关是市府，有甲市府管销处联系，会找时间同齐讨论后续处理作为。大五仑的沙滩还是由基隆市政府管理，队长邀请这个相关单位前往现勘的时候，管理处基本上是没有被告知。对沙埔监视改造、收费管理、水上救生等的安全布置，谢国良强调，警戒线需要重新构造完全安全的水域。水上救生人员除了在沙埔，也需要到水上安全区域执勤。两个小时的活动或者三个小时的活动，因为人数可能一下子会很多，我们才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安排。但如果你是一个海水浴场，一般大概就是来回巡视，在制高点配置救生员这样。对谢国良的想法，家人水上救生协会不接受访问，也不过有救生人员表示，这需要抢救人力的经费。对于在沙埔设立红灯警示，要救生人员认为，目前都有风台山红旗警示，重点在游客，甘是动作不快，还是对宽度不测，拢是造成事故一直发生的原因之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